应该出门了，去中国超级市场。这些口罩是，这些还是我最早第一次在亚马逊买的。嗨，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星期天，19号，4月份，2020年。我今天呢，跟我先生去中国的超级市场。记得上一次我拍给大家拍的视频，后来我在路边忍不住哭起来的那个，那一次是至少一个半月了，因为我们在家隔离已经是3个星期了。那再加上当时是看到武汉的时间，是看到武汉特别惊心动魄的那些一些事情吧。然后我自己去超市场嘛，当时也没有人了。但是我一下子买了200多磅的东西啊，但是后来发现还买的不够，因为我家里现在就没有酱油了。在英国人的超级市场买的很小瓶的酱油，然后呢买的冻饺子啊也都吃光了。再出来，约好我老公开车吧，这样我就可以更轻松一点。所以今天早上呢穿的衣服尽量简单一些，然后呢大家看我准备的东西哈，这是2只口罩。然后还有这个，会擦的哦。看外边很多人呢，看一下，因为这边太多人了，我就是说马上给大家拍一拍吧。很多的都是出来骑自行车啊，进行简单的运动。而且刚才在我们小镇开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这个多人呢，就不是我们看到的那好像意大利、西班牙的一些城镇呢，确实是可以用一个词，就是空无一人哈。然后大家还看到这些绿树树叶，我真是距上一次出来是3个星期了，那这样就看眼看着这树叶就已经大了很多了啊，而且还有的地方开着很漂亮的这个兰花。好，接着给大家看哈，这是我的这个消毒的抹布，在家里用的，就是快用完了一袋，所以拿出来可以看有没有需要吧，有没有需要。然后这个呢是洗手液，就是这都不一定特别需要了，我只是说带上万一有需要的话哈。然后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这副哈，我的专门用的哈，超级市场买东西的手套哈哈。所以终于把它找出来了，我这是东找西找的，然后非常高兴把所有的东西都组合起来了。然后今天戴口罩，我有可能加一张这个纸巾，因为香港人呢有医生介绍说戴一个口罩在里边加一张这一般的纸巾就会有更多的防护功能，所以我觉得不错，那我就试一下吧，我看会热到什么程度。路上看到很多人都是2个2个出来。其实在我想法里，我以为是没有人，但是我已经看到很多人了，在我的说法里哈，因为这是乡村嘛，而且今天天气这么好，大家不会浪费的。英国人是绝对把每天都活好的，英国人是非常会享受生活，会安排他们的时间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最冷的时候，他都一样都出来要过好自己的生活。那当然他们也是还要保持距离了。但是我刚才看到有2个警察在检查其中2个人的这个身份证是什么，可能是他们会不会要证明一下他们的社交距离啊，还是怎么样。都是出来骑自行车的就是我先生。Do you want to say hello to my followers?Pardon? Oh, morning all. Okay. I heard you said bingo. Bingo is the old-fashioned say hello, right? Oh, okay. Cool. It's the same meaning as a cool. Bingo. Oh, 我今天看到好像很像普通的星期天的这样一个环境。好，看到很多花儿开了，树叶大了，那这样就是真的是春天很暖啊。然后我上一次第一次就是英国总理啊首相呢说要把大家都待在家里隔离的那个正式宣布，我拍的那个视频，我们全家出去散步的时候，那是3个星期前了，所以还没有散步呢。我自己真的
不想出去，所以就全在家里，这样就可能有机会吧，出去看一下树林里的花花草草吧。我看可能会给大家拍。刚才我说给大家说的这些小东西啊，我觉得都是必要的吧。到底有多少保护用途，我也不知道。但是始终是一个机会，而且我昨天还打了这个超级市场的电话，我问他们，我说还开门吗？我以为都关掉了。后来我的朋友也告诉我，就是星期六是2:30关门，星期天11:00开门，然后4:00关门，这样都好了。我们要开40几分钟才能到。好，我们等一下见。马上就到，双层的，而且眼镜也没有问题。我先生他不进去了，我就是让他在这等我好了。其实严格的说，我今天这个时候还是有些晚了，现在已经快12:00了吧？我看一下时间，而且停车场很多人呢，很多车的。停车场很多车，然后我穿的越来越简单越好。这个坏消息是什么呢？我感觉我要去厕所。其实我在避免去厕所。没有人擦这车啊，那我还要擦一下是吧？没有人擦手稿。让我看一下。没有了，中国点心没得吃了，蛋糕点心没得吃了，原来还可以买些年糕回家。看看，上次我就在这里给大家拍过的，购物的情景。好了，我看看，我要集中精力看看我挑些什么东西了。还差5分12:00，差5分12:00，这是情景，很多人啊排队，保持距离很好。看这些东西，啤酒，泰国啤酒，青岛啤酒，大把的，但是我上次只拿了一瓶，所以很后悔啊，是吧？这大把的，然后这个金卫王也是很流行，3瓶。一家人爱吃酱油的味道嘛，所以要多买。我再尝试一下这个，4瓶够了吧？我很慌张，然后忘了按录下来，所以就是这样，人就是到进来的时候以为冻饺子先拿，但是。冻饺子，如果你现在太早拿到的话，它会化掉嘛。你在这里，如果这横穿竖穿40分钟、30分钟的话，又怕化掉。哎呀，豆腐，还有年糕，好，这是我要吃的。年糕，在家怎么做也没有人家做的好吃。哎呀，真是多长时间没吃着豆腐了。好想念你呀，我的豆腐！好想念你呀，我的豆腐！那4盒不算多，天天想夜夜盼的豆腐，豆腐泡儿。花豆腐，什么是豆腐？全吃豆腐，什么也不吃了，全吃豆腐。哎，鸡蛋，我很少在中国超市买鸡蛋。但是呢，这次我买好了。是不是便宜？2磅1.5，
2.15，12个一搭，多合算啊！有个网友要我寄，有一个女网友让我寄一搭的帅男朋友给他哈。反正我在家练习做蛋糕嘛，那我就多拿点鸡蛋好了，这也不算多的，很快就吃没吃光光。哼，哎呀，再一个我要找面粉。哎，泰国米，要不拿，再拿一包。多存多存广积粮是吧？这个很好吃又快嘛。上等泰国香米，还是买这个吧，青龙。这个很新鲜，这是第一次看到美国人的大米，美帝国主义的大米。美帝国主义还给我们来个发，还双发呢，嗯，双发吗？双发美帝国主义大米。上次来，它这整个这架上的面呢是满的，而且有日本的面，还南韩的面，但是现在应该没有了，现在只看到的是一个上海的细面，上海的汤面，还有一个这是香港出来的，嗯，所以。很方便吗？很快吗？叫寿面、寿桃。那其实我是想多买些面，但是没有办法了。不敢说这质量也是我信赖的哈。好，但是米粉很多，米粉确实很多，米粉我也拿了。好了，排队。这扫货，扫荡，扫荡。全部。到期，扫货是吧？其实这是35分钟时间内的扫货结果，很好。最后把这个冻的饺子拿了几包，家里都雪柜没有地方的辣酱，这次买的都是大的。哎呀，你看这多好，当妈妈是吧？啊，妈妈面条。这是快很快的这种方便面，做广告吧，妈妈计时卤鸭味的汤面。好，在这里。哦，这也是泰国人的。好，给做个广告，泰国人的妈妈面，孩子们在家就可以快吃哈，简单。给孩子买了点糖果。跟那照片上的不一样是吧？看到照片的不一样。青岛啤酒，好，给大家看看排队的情形，还是有很多人来戴着口罩，然后呢，基本上保持距离，比我上次来的时候人多了很多了啊。东西都是齐全的，就是面粉没有面了。解放了，然后要擦擦手，擦擦手提电话。OK， 缩短。哟，全程40分钟吧，全程，多能干啊，是不是？你看我多能干啊。好了，今天全程拍完了。啊，今天中午有饺子吃了，太高兴了。今天中午有饺子吃了，再见。谢谢大家收看，记住为我点赞，大家都保重，我们下次见，再见 ，Thank you。